号角声在圣灵降临节的下午响起，招聚了台南超过3000名基督徒齐聚在长荣大学。这场世代的教会，听见军队的号角声。台南区全球祷告会，跨宗派、跨族群、跨世代的弟兄姐妹，在祷告敬拜中成为合一征战的耶和华军队。台南的教会无分彼此，台南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。凡是在耶稣基督名里面的教会，都是刚强的教会，都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搁一过伫圣神的火甲风下面，点着了复兴，我相信上帝要复兴台湾，复兴大台南，让阮的教会会当伫你的面头前做主的军队，来迎光上帝的名。台湾四百。所以为着要响起咱整个这个台湾，和咱按这个上帝所交托咱这个使命，所以咱就无分彼此。所以咱真期待五万甲这个众教会三甲联合来举行这个联合的祈祷会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台湾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每一个信徒，和咱拢个通真做基督的精兵。今年为台南建成400年。也是台湾福音的400年，台南圣教会舞蹈演出400年历史的启示，活水教会带领为教会的圣洁与悔改祷告，长老教会带领为政府及百姓的平安祷告，众教会宣告在新的第401年重新踏出复兴的脚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台南401年开始，台南要不一样，让这城市不一样。因为神荣耀要降临这地，400年，予阮台南的所有教会当受浸伫中央大学，祝你将阮组织做一位正做一间教会，无分宗派，无分语言。因为上帝稳定伫台南这个所在，特别1624年，荷兰也通过东印度公司派传教士来到伫台南的所在，嘛甲这个建教会。不是跟他长老教会，大家也欢喜。在这个台南四百的这个事工的顶面，做伙来努力。在正教会，伊愿意当成做这个点到教会复兴的会。台南跨宗派牧者合一献诗，弟兄姐妹彼此合一祷告，呼召每一位基督徒起来成为见证，祝福城市。以上是 QTV 新闻中心台南采访报道。